说他不光有这个奇门绝技，而且刀枪棍棒也是耍得有模有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能因为自己有了小小的成绩就说自己是武艺高强。今天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前辈，听说这个后辈有一个小李哈，现在很红火，老人家说他要上来会会你。哎呦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。